人生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呢，十之八九。我们遇到失败其实是蛮正常的，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嘛，我们都是从失败之中呢去学习去成长，让我们人生变得更加的坚强。上天要给我们一个成功之前呢，就好像要送给我们的一份礼物，他在整个过程之中呢都会用一个漂亮的礼物纸包着这一份礼物啊。所谓漂亮的礼物纸呢，就是所谓的挫败啦、挑战啦，或者甚至是泼冷水啦，这一些都会在我们人生里面去出现的。我们不应该为这一些小事，这一些我们讲的障碍而绊倒了我们向前的这个士气，反之呢，我们必须要积极的去面对所有的挑战，寻找方法，思考方案，如何能够将这一些挫败呢一一的去克服，如何能够真正的找到合适的方法去应对人生的未来。我们人生里头呢，不管怎么样都好，我们必须要谨记，也要告诉自己这一句话，我们跌倒了多少次不重要，重要是每一次跌倒之后呢，我们是否能够爬起来。人生真正的成功不在于说你是否一次就能够马上登天马上登峰，而是今天你是否能够在每一次跌倒之后呢，都能够用最短的时间重新的站起来，那个才是更加的重要。在人生里头呢，我们可以说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今年来2020年里头呢，我们遇上了新型冠状病毒这个行管令，那么让很多的企业呢被逼一定要改变自己本身的一个战略，让很多打工族也面对了一个重重的一个挑战，也有很大的一个打击。那今天不管怎么样都好，或许我们说吧，计划永远改不上变化，但是最重要是呢，我们今天在这个变化多端的年代里头呢，是否能够用最短的时间改变我们自己，让我们做得更好，这个才是必须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当然了，今天在面对人生的这些挫败里头呢，我们一定要尽快的去战胜这个挫败，别被心中的心魔打垮了我们自己。人啊，很多时候被打败呢，并非整个环境而打败了我们，也不是因为困难而打倒了我们自己，往往让我们本身无法真正的振作起来的都是我们自己本身，而是我们本身的一个思维，促使我们本身呢没有办法真正的往前迈进。所以今天改变我们的想法，就能够真正的改变我们的行为，改变我们的行为，命运就会因此而获得改变。所以在面对挫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勇敢的去面对它，接受它。所以只要我们能够一一的把生活之中所有的困难呢都能够去解决的话呢，人生就能够仿佛的得到了很多很多如何应对难题的答案，那我们本身呢就能够真正的坚强起来，以迈向人生的成功之路。